脑洞超市，明明知道不可能，你为何却要一次又一次？小美、阿强、小美、雷强，这就是你们为什么不能早恋的原因。老师，老师，那是不是我们孵化成小鸡了就可以谈恋爱了？是的，他们都还只是孩子，我就欺骗了他们。他们永远也不会孵化成小鸡的。这不是你的错，起码他们是带着梦想被做成番茄炒蛋的。